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證實，局方去年有收過電郵，說新加坡訂購的內地列車出問題，但他個人當時並不知情。而涉事生產商南車四方母公司、中車四方發聲明，說列車安全並沒有問題，未來會加強品質監管。蔡宏傑報導。內地生產商南車四方被指向新加坡地鐵賣出的35架列車，因為重要結構組件和車身出現裂紋，需要運回青島替換。南車四方同時為港鐵供應9架高鐵列車以及93架市區線列車。一度表示對事件不知情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傳真社再披露有關的投訴電郵之後，承認局方去年已經收到投訴，但重申個人並不知情。我都有些媒體觸覺的，那些電郵呢是沒有來到我那裡的，但我是關心現在這件事，所以我也都是要求我的同事呢立即去追查回究竟在去年在不同的時候有沒有收過相關的電郵，而他們的內容是怎樣，還有在收到之後那些後續工作是怎樣。我希望能夠在盡快的時間是整理好一些的有關的資料，就向大家去說明，還有向社會上去交代的。多名立法會議員要求政府和港鐵交代和徹查事件。港鐵和運房局咧，喺呢個監管呢啲列車車身嘅質素嘅過程裏邊咧，係採取啲乜嘢嘅措施咧，係令到或者係保障呢啲列車嗰個質素咧，係符合標準，符合呢個安全嘅水平。我要求佢哋去盡快安排一個實地視察，帶我哋立法會任何議員有興趣飛上去青島，當面去同呢個南車四方去溝通。南車四方母公司中車四方回應說，在新加坡出現問題的是涉及26架列車，因為部分批次的鋁合金原材料品質出現問題，但不具有安全風險，公司主動提出分批維修。中車四方又說會加強品質管制水準。 NTV 記者蔡宏傑報導。